局長啊，您呢度講話，根據公務員守則，公務員必須政治中立，對在任嘅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。好，我講得白啲啦，公務員嘅職責係擁護基本法，維護一國兩制。但有一位公務員就喺內地嘅微博公開批評政府官員，增加兩地矛盾，又造謠話今次選舉咧，主席有一半廢票，搞到政府咧出嚟澄清。重要喎，佢喺貼文入邊講咩咧？講咗兩樣嘢，説白啲，林鄭根本就不會從政執法，因為佢大老闆嚟噶，局長。第二，林鄭我無法繼續支持她，你知唔知噶，局長？我想請問呢、這個 case 你點忍啊？可唔可以回答我啊，局長？你成篇嘢都係廢話嚟嘅。局長，多謝田議員。在我們的機制裏面，公務員的行為操守呢是要根據我們的公務員的守則去做。如果他的任何的行為是懷疑是違規或者違紀的話呢，是有他的部門 的管理當局呢是去作跟進的。我相信在上一次我在這個立法會答另一條問題的時候呢，都解釋很清楚那個的程序，所以我這裡是不會去就個別的事情或者紀律的事情去評論，但我們是有程序 有這個 的機制呢去處理田議員說這一類的一些的資料。他結格了林鄭很多次了，你再想讓他做多少次呢？請你在其他場合跟進這個問題。